沉着那身心，你赐给我存在的勇气，世界一切全没法可比，你以不舍的爱去放悲哀，情愿留在你身边。这爱的深厚，耶稣替我准备，愿为我牺牲，神恩总在高飞，洗清一切羞愧，在爱中分享细腻，容让我赞颂最宝贵是你。你赐给我存在的勇气，世界一切全没法可比，你以不舍的爱去放悲哀，情愿留在你身边。这爱的深厚，耶稣替我准备，愿为我牺牲，神恩总在高飞，洗清一切羞愧，在爱中分享细腻，用让我赞颂最宝贵是你。你爱伟大，生且广，这大爱令我得释放。这爱极深厚，耶稣替我准备，愿为我牺牲，神恩总在高飞，洗清一切羞愧，在爱中分享细腻，用让我赞颂最宝贵是你，用让我赞颂最宝贵是你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要赞颂你，你是最宝贵，你是最值得我们来到称颂的主。主啊，愿意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将一切颂赞归给你，愿你的说话再一次藏在我们的内心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请 Bonnie 带我们读诗篇。弟兄姊妹早晨，请听我读出诗篇124篇1至到5节。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大能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你的圣日，我们要歌颂赞美你。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主，我们今天
不能够在这里去敬拜和赞美你。主啊，如果不是你去拯救我们，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落在什么境况。主啊，如果不是你去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仍然在患难和犯罪当中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神啊，你向我们施行拯救，你拣选我们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神啊，你不会长久怀怒，你愿意的用你的慈爱慈悲去怜悯我们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虽然有狂风波涛去经过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致被淹没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神啊，你就是那个赐生命的神，你就是那个公义又有大慈爱的神。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在你的圣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在你面前去歌颂，去谦卑，去敬拜，奉我主的名，阿们。撒母耳记下十七章，阿希多弗又对阿沙龙说，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，今晚我就起身去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就追上去，令到他惊，跟随他的民亦都会逃跑，我就单单杀死大卫他一个人，然后使到民众都去归顺你。你所找的人既然死了，众民就知道他们要归顺你，这样你的国就会平安无事。阿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觉得这个计谋非常之好。阿沙龙就说，要召亚基人户西来，我也都要听下他有什么意见。户西去到阿沙龙的面前，阿沙龙就向他说，阿希多弗是这样去献计，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照着他的说话去行呢？如果不可以的话，你就说出来吧。户西对阿沙龙这样说，阿希多弗今次的计谋不是很妥善。户西又说，你知道啦，你的父亲和你跟随他的人都是好事，他们的心里一定是很嬲怒，好像田野里面跌了小熊的母熊一样。而且你的父亲是一个战士，他一定不会跟一般的民众一起去住宿的，或者他现在是躲在一坑里面或者其他地方。如果我们的军队里面有人先被杀，凡是听见的人，他们一定会说，跟随阿沙龙的民被杀。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，就算有人的胆好像狮子那么大，他们的心都会被消化。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一个英雄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。依我之计，不如将以色列的众人从但直到别士巴，好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的去聚集到你这里，然后你自己亲自去率领他们去出战。这样我们在哪里见到大卫，就去到他那里，好像露水落到地上一样，连带跟随他的人一个都不留下。如果他进到哪一个城，以色列的众人我们就带绳将那个城拉到河里面，甚至连一块的小石头都不留下。阿沙龙和以色列的众人说，亚基人户西这个计谋比亚希多弗的计谋更加好。其实这个是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，为了是要降祸给亚沙龙。户西对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这说，亚希多弗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这样的，而我所定的计谋就是这样。现在你们要快点打发人去
去话俾大卫听，今晚唔好留喺旷野嘅渡口，一定要过河，免得大卫同埋跟随佢嘅人都被吞灭。嗰阵时，约拿丹同埋亚希马斯喺引罗杰嗰度等候，唔敢入城，恐怕俾人见到。有一个侍女出嚟，将呢一番话就话俾佢哋听，佢哋就去报信俾大卫王。但系有一个年青人见到佢哋，就去话俾阿沙龙听。佢哋急忙嘅跑到去巴户林某一个人嘅屋企，嗰个人嘅院里边有一个井，佢哋就落到去井里边。嗰一家嘅妇人将个井口揾盖去冚住，又喺上边铺咗啲嘅麦穗，咁样佢哋匿埋嘅事就冇被泄漏。阿沙龙嘅仆人嚟到呢一个妇人嘅家，就问妇人：亚希马斯同埋约拿丹喺边一度？妇人就话：佢哋过咗河啦。仆人去尝试去揾佢哋，揾唔到。咁阿沙龙嘅仆人就翻返去耶路撒冷。佢哋走咗之后，两个人就从井里边上嚟，佢哋就通报去俾大卫知道。佢哋话：亚希多弗系谂住咁样去定计去害你。你哋要快啲起嚟，快啲嘅过河。于是大卫同埋跟随佢嘅人都起嚟，过咗约旦河，到咗天光，所有嘅人都过咗约旦河，冇一个人留低。亚希多弗见到自己嘅计谋冇被依从，于是佢就避上路，翻到佢自己嘅本城。翻到屋企之后，佢留低咗遗言。然后自己上吊就死咗啦。佢嘅身体系被葬喺佢自己嘅父亲嘅坟墓里边。大卫到咗马哈念，阿沙龙同埋跟随佢嘅以色列人都过咗约旦河。阿沙龙就立亚玛撒作元帅，代替咗约押。亚玛撒系以实玛利人，系以特拉嘅儿子。以特拉曾经同拿辖嘅女儿阿比该亲近，这个阿比该同约押嘅母亲洗努亚系姊妹。阿沙龙同以色列人就安营喺基列地。大卫到咗马哈念，亚扪族嘅拉巴人拿辖嘅儿子索比，罗底巴人阿米利嘅儿子马吉，基列嘅罗基林人。巴西来带了皮肉、盘、碗、瓦器、小麦、大麦、麦面、炒谷、豆子、红豆、炒豆、蜂蜜、奶油、绵羊、奶饼，给大卫和跟随他们的人吃。他们说，民众在旷野一定是饥渴和困乏了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上帝，你说你要定义破坏亚希多弗的良谋，为要降祸与亚沙龙。上帝，你去定义，你去破坏，因为你知道他们所出的意念是出于恶的意念，他们本身是没有跟随神你的心意，而是心里面被诡诈，被魔鬼撒旦来到操控了他们。神啊，你要去破坏这些出于撒旦的计谋。神啊，你也要降祸给亚沙龙，因为亚沙龙所作的不是出于你的心意。神，你要去刑罚他，要惩罚他，要降祸给他。神啊，今天你提醒我们，透过亚沙龙，透过亚希多弗他们所做，当他们就算暗里面所做的恶，神你是知道，神你是监察人心。神你叫我们要去时刻省察，而不可以对神你轻慢不得，要是肃然起敬，要去时刻的警醒。求神你也都提醒我们，叫我们不要给罪恶有任何的机会，叫我们要去警醒，
否则的话，神你亦都可以将祸患降临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叫我们去每一步每一日好小心地来去行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就算我们暗中所做的，神你必然去监察，必然来到去审问。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，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女衣，在这件女衣原来没有缝儿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。他们就彼此说：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掂钩，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：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女衣掂钩。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，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母亲，原文作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：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藻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口。耶稣尝，原文作受了那醋，就说：成了。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，都打断了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唯有一个兵丁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自己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：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经上又有一句话说：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这些事以后，有阿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的作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钱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完成了你为人类所做的这个的救恩，这个的使命。主啊，当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正是承受着最沉重最残酷的刑罚的时候，
你连呼吸都要用好大的力气，你自己承受全人类的痛楚，不单止是身体的痛，是心里面的痛。主啊，你自己在痛楚里面，但是你眼所看到的仍然是你所爱的，你看到你所爱的母亲，你看到玛利亚，你见到玛利亚流着眼泪，心里面是如何的悲痛，你的心更加痛。你看到母亲对你的不舍，主耶稣，你跟门徒说，你说主啊，你说他是他的母亲，你将玛利亚去交托给你的门徒，你愿意你的母亲是被门徒去继续的去照顾。主啊，你望到门徒一路跟随你的门徒，你跟他们建立的关系就好像兄弟的关系、父子的关系、师傅和徒弟的关系，你对他们也都有很多的不舍，你就将母亲去托付给他们，给他们知道虽然主耶稣你将要离开，但是你的心里面仍然是记挂住你所爱的母亲，你所爱的门徒。主耶稣，你多谢你，因为你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你是一个愿意来到我们人类关系当中的真实的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朋友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你为我们所做的已经成就。主，我们愿意纪念你为我们的摆上，特别在这个圣日，我们要知道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去称你为阿爸父，称你为我们的主，是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帮你读箴言。箴言十六章十二至十三节：作恶为王所憎恶，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，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主，你说过凡作恶的都是你所憎恶的，因为国位是靠公义来建立。在你的眼中，公义才是最重要，公义的嘴是你所喜悦，说正直话的也都是神你所喜爱。神啊，因为你是那位圣洁、公义、公平的主，所以我们要去追求公义，追求正直。神，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够、不可以有一个的正直和公义，因为靠我们自己那些只是自以为义、自以为是。我们要单单依靠你的恩典，依靠你的怜悯。主要就求你帮助弟兄姊妹，帮助我们的众人，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到去鼓励，彼此的来到建立，我们一起的来到去追求从上帝而来的公义，从你而来的正直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就是被你所喜悦，成为一个你喜悦的儿女。父，我们很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子民，在你的国度里面得着你的带领看顾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今天的敬拜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愿意一切荣耀重赞归给你。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再用一分钟的时间默想刚才的经文，之后请 Bonnie 有一个结束的祈祷。
好，请帮你带领我们祈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多谢你，你在清晨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你的说话里面得到督责，得到提醒，得到鼓励，得到安慰。Amen。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很纷扰很动荡的世代，是啊，主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嗯，有天灾有人祸，我们觉得真的很有窒息的感觉，嗯，每一天可能打开报纸看我们的新闻，嗯，我们都见到不好的消息，嗯，我们现在正正就是在波涛里面被它漫过，是啊，被河水来到去淹没，是，嗯，但是主耶稣啊，你就是那个愿意为我们死，死在最卑微的十字架上的主。Amen。 你是那个爱到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的主，嗯，你是那个能够平静风和海的主，嗯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是害怕的，有什么可以被打倒的，就是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得胜的主。 Amen。我们求你给我们真的有心里面感到那个平安，是世人不能够给到我们的平安。Yes。 更加提醒我们，我们继续要去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来到去交托给你，嗯，我们不要用人的智慧来到去解决问题。Amen。 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来到去看现在发生的事，嗯，我们愿意来到去跟随你，用你的眼，用你的耳来到去行事为人，以致到我们继续能够有力量去爱。主啊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今天是主日，我们一会我们有主日学，有敬拜你的时候，嗯，求你继续提醒我们，叫到我们更加去爱主爱人。Amen。 多谢你听我们祈祷，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得胜又复活的名祈求。Amen。 Amen。 Thank you。 阿May和 Albert 听不听到啊？阿May和 Albert 听到。阿May，你可不可以星期三帮手读经啊？好啊好啊，多谢晒。好，跟着 Albert 可不可以星期二啊？ Albert 即是伯伯，是伯伯，伯伯在哪里？听不听到啊？Albert 在这里，听到听到。你可不可以星期二啊 ，Albert？ 星期二是什么啊？帮手读诗篇和箴言咯，可不可以啊？星期二有吗？星期二，每日都有的。哦，唔记得咗，我代咗祈祷会。啊，礼拜二啊，系啊，朝头早啊。因为我睇医生系十一点啫。OK。哦 ，OK， 好啊 ，OK。礼拜二啊。是啊，礼拜二。你知哪段经文哦？即系话诶，到时我哋都会 send 出嚟嘅。嗯，到嗰日 check 啦。系啦系啦 ，OK， 好啦。好啦，拜拜大家。崇拜见啦各位。崇拜见。